罗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登进表示，罗里门溪是台南市除了安平运河以外，唯一会当举办龙舟比赛场地。在1997年，就曾经伫这办理过新疆杯龙舟比赛。事隔25年以后，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甲罗里社区决定再次举办龙舟友谊赛，也弥补了今年端午节台南市停办国际龙舟比赛遗憾，并将水上运动甲模拟历史重建活动结合，重现郑家军甲荷兰军伫台江内海正面交战的场景。今年的镇海战的活动呢，除了跟往例一样有这个郑成功跟荷兰的舰队在海上作战之外，又增添了一个龙舟友谊赛，来弥补今年台南市的龙舟比赛没有举办的这个困境哦，让大家重新能够体验这个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那这一次非常感谢我们台江国家公园的许处长许副处长前来这边参加我们今天的记者会，还有。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副处长许家祥表示，罗里社区每当办理模拟电信公登陆甲两军海战活动，今年因为配合防疫，延到9月24日来举办。这个活动非常感谢有我们海军陆战队，还有陆军常备士官队，以及我们成大企业协进会等相关的团队来共同来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啊。在这个活动上，我们除了有可透过郑和海战以来让我们在地的乡亲了解郑成功这个我们的前辈先人，他从大陆过来台湾这一个文化的脉络。24日活动当天，除了能看到模仿电荷两军交战画面，罗里社区也邀请海军陆战队、云嘉南龙舟队、成大器械龙舟队、陆军常备士官班校友会龙舟队展开龙舟友谊赛。除了推广民俗体育活动以外，现场也将开放给民众体验划龙舟，让参与郑和海战活动的朋友亲自落水划龙舟，感受无同款的趣味。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